张宇健说，如果虞书欣火了以后，不要像我以前欺负他那样欺负我，就是最近他还担任了团综的变形嘉宾，那所以你欺负他了吗？不是，他是开玩笑的，他以前也没有欺负我，就顶多怼我两句，但是怼我两句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欺负的。然后他来我们团综，我觉得我们玩得挺开心的，不过他最近对我的态度的确是尊重了很多。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看看现在，希望他这样开吧，我才是最美的。不光是他啦，很多人对我态度都很尊重。看出来了，又怎样？要给你颁个奖吗？迪士尼，那当然是说我啦。没有了，我知道，这就是说很多就很漂亮的女孩子，然后打扮得很像公主的。一骑绝尘。By the way， 这很简单。